玩过飞行棋的都知道，掷骰子掷到一个六，你很幸运；掷到两个六，你更幸运。但如果，难道要重新开始吗？当然不用。PolyU HKCC 由全球百强大学 PolyU 在2001年成立，与开办荣誉学士学位衔接课程的 PolyU 同属 PolyU CPCE 合下，携手为中学毕业生提供2+2升学途径，以4年时间取得 PolyU 颁授的学士学位。PolyU HKCC 设有30多项全日制副学士及高级文凭课程。涵盖文理社商专范畴，为毕业生升学及就业做好准备。 PolyU HKCC 2024年毕业生升学率达 90.3%， 连续5年超过90%，升读政府资助课程比率近70%。另外，升读全球百强大学伴授学位课程，包括自制课程，比率同样近70%。掷骰子掷得好不好，纯粹靠运气；但选择的好不好，就全靠你自己。选择的好，自然就能突破重重难关，不仅不用重新开始，还能快人一步实现理想。立即加入 PolyU HKCC， 踏上4年的升学之旅，取得 PolyU 伴授的学位。